诗经风雅，曰国风，曰雅颂，号四诗，当逢咏。诗既亡，春秋作，欲褒贬，别善恶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诗经分为风、大雅、小雅、颂四部分，号称四诗。诗经后，孔子编写了春秋这本书，将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蕴含其中，以帮助人们辨别善恶。再读一遍，曰国风，曰雅颂，号四诗，当逢咏。诗既亡，春秋作，欲褒贬，别善恶。